DJY 和 SC Slim 合作播出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哥，今天我教大家如何下载正版 Minecraft， 算是正版。我是不大确定啊，只不过能跟对方 online 啊，不像那个快玩游戏啊，快玩游戏翻版啊 ，online 都不能 online 几倍啊，你说是不是？那好了，废话不多说，因为我在玩王者，一只手没有得玩，鸡蛋糕。讲完了。Oh shit！ 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们忍耐一下，给我杀死他们先。2 hours later， 我还没有死。那我就是去按这个，再按这个 link 啊，我会在下方放给大家这个 link。然后我说什么？是这个 link 了之后，它就会多出一个什么 Java 网站。比如说你每次玩 Minecraft 都会用到的东西啊，那个破盖零件自己就会多出一个 Minecraft， 他会，然后呢，就是从 Discord 的那里，我按这个 Direct， 就是你下载东西的 Google 下载的东西，全部软件都会在电脑 Discord 的 Direct 那，然后这边就会出了 Minecraft， 我刚刚下载的咯 ，OK， 把它拉出来。关掉，然后就这个 double click， 我就会出像真实的一样，就像这样，像真的吧。哦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版本，我先调低版本，看有什么可以出现的，我就会出一些 loading， 让人。但有时候也是会 loading 很慢下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吗 ？OK， 多人，然后我讨厌那些英文类型，我就调华文的。那你们哦，我已经调是吗？不得讲。接下来就是按多人游戏，看是有在线的，因为我调太低了，所以这个 server 进不了。设待会再进，我这个下方就是我第一的 server 刚开了，看了吗？然后有什么可以召唤出来的呢？我这里不是生存的，所以找不到。哦，影片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收看啊！如果还想下去的话呢，请记得 like share， 想让我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下载类型、教学类型的 video， 记得 like share， 拜拜。